九级鲨鱼的哎。什么叫九级鲨鱼？是讲电动玩具吗 ？YMCA， 我是第九级鲨鱼，有证照的。五级可以游到什么地方？可以游到怎样？可不可以游到金门？游到蝶心。哦，游得很屌啊，九级证照啊。他现在流血，我回国了，我回台湾。走一路跌回来。但是加策勇都会啊。小乔刚才说他都挑丑的。真的，我不喜欢帅哥，比较容易上的。不是因为我觉得没安全感。哦，丑的你比较好掌控。对啊。别忘随时提醒他，别忘你很丑啊。你是我幸福，但你很丑啊。没有这样，但是我说我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，其实刚好喜欢到的都不是大家觉得很帅，大家都觉得你怎么交这种不怎么样的。好，那我们三个，你今天挑你挑什么？当然是我了。哎，你这样讲干嘛？你不要帮来宾回答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曲哥吧。为什么？因为看起来就是会在家里，然后好好的等我回家那种。嘿嘿嘿，还嘿嘿嘿嘞，人家把你当男佣一样，你还嘿嘿嘿。哦，吃完饭没出息东西。这两天吃完饭，每天。如果叫他做家事，我会给他钱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把你当成男佣。挡了月结，小乔没有，小乔没有，小乔这么骄傲，不跟你说谎，我说真的，但是我承认我都是被动的主动，被动的主动，对，真的，什么叫被动的主动？就这个意思啊，比如说你看小乔他干嘛啊？我跟你在一起好了，不是，被动主动就是我不会，我可能不会约他出去，那我也不会去跟他讲说，我一定不会先跟他讲说就是我喜欢他或什么的，但是我可能会给他跟别人比再多一点的机会。哦，主动约机会，对，就比如说他约我出去，可能别人约我不出去，可是他约我 OK， 但是我不会主动约他出去，有任何我有哎心动，哎你怎样你怎样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但我不敢，我会觉得怕就是怕被拒绝，真的吗？嗯，我有过哎，就是觉得一直在暗示，但他好像感觉都没有感觉，然后就干脆临时好了。那怎样暗示？暗示怎么样？不是，这就是游戏。对啊，就是我那常是暗示的，真的，有事就可能有点像，我就暗示像小乔那样，就他可能原本用我这样子，然后结果他都不理会。对，明示之后就是可能，明示之后是台式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接着讲道明示的事情。明示之后就被别人拔走这样。明示以后被人家拔走，嗯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男的被别人拔走，嗯。哦，所以在你们女生界也在把男生的，有啊，好酷哦。有些女生专挑帅哥的，哎呀，大部分吧，我们是没什么机会。我还好哎，你大的，你为什么那么客气啊？我真的不没有交过帅哥哎，真的呀。一，投其所好，打听对方所喜欢的类型，再将自己装扮成那个样子。很烂哦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不好。对，如果是一夜情的为出发点的话，就可能这是正确的。对啊，如果要交往的话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有一天当他发现你不是那样的人的时候，哇，事情闹大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这样子。是啊，对呀，刚刚讲很对，像男生喜欢棒球啊，他就去了解棒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像男生像他喜欢高尔夫球啊，哎，你也多多少去练练挥杆啊，多少还可以讲点多少话题嘛，对对。孙博，你看我那样挥不好，怎么办？你教我挥。好，我教你。然后隔十分钟再回来，怎么力气那么大？所以投其所好是对的。那我问他们了，你休息一下。预备起。你们三个如果喜欢的男孩子，你们都怎么暗示他？啊！但是我这样讲会不会大家很讨厌我？为什么？其实原则上，我觉得基本上我喜欢的男生，我就会我敢保证他一定会喜欢上我。我没有百分之百。某一个方法，或是某一种动作。哦，可能就是一群人的时候，他会特别受重视。嗯，比如说拍戏的时候，然后我会说，哎，送大家回去，然后我会一顺送。但是其实他家是我离我家最不顺的，但是我会把他摆在最后一个。哦，对，然后就说没有没有，其实我离你家很近这样子。哦，类似这样。
然后每次都这样，然后从他开始坐后面，然后慢慢他坐到前面来。哦，最后就是看我挖车的话怎么办呢？他也可以慢慢就变成男的开了。那如果小江喜欢一个男生，你要怎么暗示他？因为我比较难一见钟情啊，所以我跟一个人都先当朋友。那你朋友当然什么都聊嘛，哎，像哥们一样啊。然后可能都会叫我介绍女朋友。那我可能有一天呢，就是讲说啊，烦，那我毛遂自荐总可以吧？就是。但是我只是开玩笑，就是我只是哥们的讲法 ，OK 啊，啊，真的没有什么好介绍，我毛遂自荐好吧，你们很烦，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，就类似这样。讲完这句会不会有那种沉默的尴尬？不会，因为我都有心理准备，然后而且是很哥们的方式。他就是讲完讲，哎呀，追我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他中间一定要瞄一下那男生，对不对？哎，在动这样。真的对。小安讲这个梗哦，很像那种烂的戏剧，有没有？对，演员不会演，他一定要，我跟你讲，烂戏都播出这种梗，有没有？烂戏剧吗？可是生活中真的就有这种烂戏，对吗？我好像不太会暗示，哎，你看有明示，你都是明示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约人家去游泳？对啊，哎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对自己的身材很自豪。啊，跟他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很会游。多会游？你有多会游？我还你会几次？我九级鲨鱼的哎。什么叫九级鲨鱼？是讲电动玩具吗 ？YMCA， 我是第九级鲨鱼有证照的。五级可以游到什么地方？可以游到怎样？可不可以游到金门？游到蝶溪。哦，游到很屌啊，九级证没有啊？他已经流血，我回国了，我回台湾。走一路跌回来。是加侧泳都会啊，蝶泳哎，可是会不会有碰到那种男生本来很喜欢你，结果你约他去游泳玩了？对啊，那你游你怎么？我有一次约一个男生去游泳，后来我就是跟他约完那次会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想约他去，因为我那天就一直游，一直发猛在游，结果后来我真的到一半很累了，那中影是踩不到地的，然后我就要去扒边啊，因为已经很累要扒边嘛，去抓旁边的墙壁，他不让我抓哎，他就把我手打掉，不让我抓，他说游到底。演员像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教练还是什么似的，就是说你游到底，你不能扒边，还哈哈你扒边，就一直在笑我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气哦，我差点快溺死哎，都是他害的，真的很气，而且他很奇怪，明明要去游泳，还在那边吹头发。因为以前学校的话可能可以，因为你就那几个地方嘛，对，要么图书馆，要么就教室，要么就。吃饭也都那些地方可能可以，可是我觉得如果像我们现在已经在工作了，如果出现，比如说对方是拍戏，特地，哎，真巧啊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明明在阳明山上，哎，真巧，我刚好来那个散步，真巧。对呀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他们三个刚好是喜欢一个那个喜欢去酒店的，对，酒店自己开个包厢那边搬，哎，真巧啊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是白给，没想到是酒店，不行嘛。这个就不行，我觉得太奇怪了。约男生喝酒去 room 18，好烂哦！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这招是好，真的吗？因为说我们去 18喝一下，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很常去哎。对啊，没有对，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童刚开那家店？很不错哎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是因为你生意着想吧？不是，好烂哦！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这招是好的，真的吗？因为说我们去 18喝一下，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像很常去哎。对啊，没有对，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童刚开那家店？很不错哎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是因为你生意着想吧？不是，旁敲侧击，旁敲侧击，努力打进男人的家人和朋友圈，让群众都知道哦，都帮自己讲话。我还好哎，我不会用这个方法。这个啊，我觉得朋友是 OK 的。对，家人有点，家人有点太急了，太功于心计了哈，这样子感觉上是。慢慢的吧。可是真的有很多就是他喜欢这个男的，对不对？他会先去跟他朋友很好。我觉得反过来比较有可能。我说男追女比较会有这种。男追女啊。比较会有这种，可是我觉得女追男应该还好。